欢迎收看《南山有西里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外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高，我又回来啦。耶，米子，好久不见哎。耶，是啊。最近忙西里去了吗？最近到外面溜达了一圈。哦。刚才走了广州，还熟悉南中有戏的一个节目不？熟悉得很。啊，好啊，刚南城请过了，我们要开始录节目了。嗯。过段日子马上有放假了，你晓得过些节不？知道，过两天过清明节。耶，那请你不见啊，老正经了好多哎。我一直都很聪明，好吧，只是你们都没有发现而已。既然你晓得清明节，你晓得清明节的由来和有主席的不？晓得啊，我晓得清明节要扫墓。你就晓得我家东家。嗯。光光爱玩的基因里，我又不晓得了。那你就跟大家说说了。好，我就来玩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。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，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。清明一到，气温升高，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，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龙宴。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节的日子接近，渐渐的清明与寒食节合二为一，成为扫墓祭祖的日子，也就是今天的清明节。寒食节，什么叫寒食节呢？就是吃冷的东西的节日吗？耶，你长得呀有点机灵的些，我都懂在中了。嗯。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介子推，介子推跟随晋公子重耳流亡多年，割肉救主，在重耳执政成为晋国君主后引入深山，重耳为逼出介子推放火烧山，介子推宁愿被烧死也不愿出山，为纪念介子推，晋文公重耳将放火烧山之日定为寒食节。寒食节不动烟火，只食凉的食物。原来还有这样的来历。那清明除了祭火扫墓，还有别的活动吗？当然有了，丰富多彩呀，可以给你。清明节除扫墓、吃凉的食物以外，还有踏青、荡秋千、蹴鞠、打马球、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。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寒食禁火，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，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，以锻炼身体。所以话嘞，清明节又有生的识别个避顺嘞，又有踏青，又玩个风秀绳，是个富有特色个日子。嗯，清明节我要去扫墓，还要去踏青。清明节个到来嘞，说明春天整个来了，春非来历万物复苏，又到了跟大家话再见个时间了。嗯，本期我们个题目是：清明节和什么节日是合二为一的 ？A. 上元节 B. 寒食节 C. 中元节。登录圈圈网南昌有犀利页面，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，我们将会送出精美礼品一份。大家可以把你们晓得的或者你们想晓得的南昌历史文化发给我们。对，我们会把它拍成短片奉献给大家。发现南昌，分享生活。拜拜，拜拜。你还忘记夸我好聪明呢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原来还有这样的来历呀、啊！那清明除了祭火扫墓，还有别的活？啊，原来还有这样的来历呀、啊！那清明除了祭火扫墓，还有别的活动吗？什么呀？吓死我了！别了哈！你别搞好不好？别搞都有不太过去了啦！啊。